湛蓝的天空，阳光好闪亮，小鱼儿有好多梦想，世界在变，鱼儿盼望长大继续悠游海上。请听渔广海岸线海洋保育系列报道。等到那个小鱼经过它旁边的时候呢，它就给它吃掉了、哦、好，这是那个叫三星科的一种鱼、哦，伫咧妈祖生了后的四月十八号这天暗时，一群大人参加了朋友，伫咧平湖海洋公民基金会邀请海洋专家草鸟下底来到千平进行潮海活动夜访章鱼哥的体验活动。30岁的时候，民国58年、59年的时候，我爸一个月200多块，那时候章鱼一斤10块，我妈一天。抓50斤，你看到一斤10块，10斤就100，50斤就500。我妈一天抓50台斤呢、啊。现在古早的人哦，也有收的，那物件真啊要得有够多的，所以啊，这比平海无艰苦啊。曾经伫咧40几年前，到个平湖千平掠上鱼的鱼产俘虏，今嘛煞感叹讲，海变个无艰苦了。咱平湖第五种的。政府伫个较早我细汉的时阵，规海拢是啊，一天若要掠10-20斤，绝对拢无问题啦。啊，若像即摆，因为大家安尼乌白伫掠，伫生两个期间也伫掠，掠到乱七八糟。即摆若伫个海尾区掠1斤2斤，迄都足拼的啊，足艰苦的啊。啊，若所以若无伫个平湖特有种政府伫生两这段期间来甲伊禁止民众去掠吼。警察班咱平湖特有种的政府会绝种，绝种，咱以后咱平湖都永远看袂到这种物件，咱会对不起咱后代的子孙啦。平湖海域伫个最近至20-30年以来，已经有真多物种碰见去了，包括平湖的上鱼的数量是愈来愈少。假使平湖的小章鱼无赶紧来好好保育，有一天嘛会面对着消失的命运。欢迎听众朋友，搁在即个来收听《希望海花线》海洋保育系列报道。在每一年清明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底，平湖特有种的鲸鱼料理上桌，这是季节性限定的美味，想要食，搁不一定食会到。每一年春天的时阵，在元宵节了后，在平湖的北平对老师来，到个妈祖生的古历3月13号，了后上鱼就点点啊离开掉平湖的千平，在短短将近2个月时间，出现在平湖，搁再神秘消息。这种上鱼经过学者研究比对，到个即马在其他的所在搁也未发现，学者暂时甲伊叫做。敢那亲像是平湖特有种，所以讲，予平湖人看作是妈祖守护平湖人的礼物。也毋过，平湖的上鱼伫个古早时阵，渔民伫个大节气的时数，一个到台东伫个千平掠到大量的鱼迄量，因变到即马，则因为菜地破坏，抑个过度的暴露，则因素影响，造成产量大大减少。介绍嘛，对咧，主来主管。一个金卡袂到，就有高价上千块的介绍。想要食有钱，阁不一定买会到这个特别的海味。平湖县政府自1997年开始公告，每一年3月19号到个4月12号是平湖特有种上鱼的禁渔期，希望会当用保育的方式维护特有种的上鱼资源永续利用。稍下来，咱就做伙来到甲平湖县政府农渔局，请到副局长来谈到是安怎要针对平湖的上鱼进行进一步的措施。因为伫个3月19号到4月12号这段时间哈，恁规定袂当掠禁捕期安尼规定，这时间点吼应该有特别意义。这参
鲸鱼本身的这生物的特性有啥物可能关联性？每一种动物伊伫生卵生蛋时间拢无共款，啊，咱偏有特有种的这种鲸鱼，还是动物就是邀请专家学者去实地去伫做调查研究，出讲每年三月二十九至四月十二号这段期间，是咱偏有特有种的鲸鱼伊伫生卵生蛋的时间，所以咱为着要互食鲸鱼会当逐年拢有，所以一个这段期间，才特别电工袂使去掠，也袂使去捕鱼安尼啊。像侬这段时间是伊在生卵生蛋的时间，这参自然的天然的环境有关系吗？因为伫个三月二九到四月十二号这段时间是算讲清明时节雨纷纷呐，那有落雨，潮间带伊的生态就较丰富，啊，生态较丰富。政府伊都有物件通食，有物件通食，伊都会大会大，伊都有迄种体力通过生卵传后一代安尼啊。平湖鲸鱼主要栖息地是伫平湖白沙乡以东到甲乌西乡以北，诶，翠山乌达会当提供互生物觅诶亚潮带海域。日下就藏伫咧山乌藏诶地层乌暗诶所在，每下就出来食。人讲的大狗，一种海中的生物，所以讲渔民利用着美食啊，用灯光来求海。因为介绍一台斤长高到一千块以上的关价，造成每一年小鲸鱼出现的时数，海上就灯火通明，真侪人来到掠鲸鱼的风潮。渔民掠小鲸鱼的时阵，嘛是小鲸鱼伫咧生拖后一台时阵，所以讲小鲸鱼的资源中就愈来愈少。平湖县政府五万透过禁猎的政策，通去防止和小鲸鱼数量唔通断进去。它每一天的潮汐都不一样，啊，通常他们在采捕都是那个农历差不多15、16、17、18、19、20这五六天呐、啊，因为它是晚上，就章鱼它会出来觅食的时间就是那个。退潮完了之后，开始要涨潮的时候，那段期间是章鱼最活跃的段，它会跑出从洞口里面跑出来觅食。他们在抓章鱼，就是那个退潮开始要变成涨潮的时候，那段期间去再采捕，因为它躲在洞里面，你看不到。它那段时间出来觅食，它才会出现。出现的时候又刚好是晚上，晚上的话，你一灯光照，那个洞有趋光性，那它也会撒掉。就阿里湾叫人叫的南老欢啦，好，那段期间是章鱼。它活动力最强的时候，章鱼出来觅食的这段期间，它渔民要捕章鱼，都是绝大多数在这段期间出来捕。啊，所以你要去抓它们，你就在这段期间。曾经研究平湖第一种鲸鱼的鲸平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万兴蔡主任，就是推测小鲸鱼禁猎措施的杀手。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请到蔡万兴蔡前主任来跟大家开讲平湖第一种的小鲸鱼生态参保育。提供海华山海洋保育系列报道当中，来邀请水产试验所的平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前主任，也就是蔡万兴蔡主任，在咱节目当中啊，开讲到这个平湖鲸鱼啊，一个特性啊，个是安怎，要来甲伊规定成为保育的这个物啊。那么陶医生来请教到蔡主任，就是讲是安怎，这个平湖鲸鱼是属于咱平湖的特有种，平湖的小章鱼啦，吼、是不是咱平湖的特有种？比较正确的说法，它比较疑似，疑似是朋友的特有种哦，疑似哈。我甲讲，咱这个朋友的鲸鱼好食，奇怪，那感觉讲较早量遐济，那即卖量咧直直愈来愈少，哈，讲像这个成本哈，是不是爱来做一点啊研究？这只鲸鱼是按哪来，当时按哪走，分布伫多几位的地区，老实讲拢唔知道，想要去。找这只鲸鱼到底是啥物名？我确实找无啦。啊，是一只鲸鱼啦吼，咱两个鲸鱼上名啦吼。你看有这个红鲸、土鲊、高嘴、软卡、长卡、短卡一大堆，属于就是种。这个代志，这万袂使安尼，请我的研究人员讲，
恁好好去搜寻一下，看予咱下趟去送去予较专家的人去做一下鉴种。嗯，我捌一个哎卢崇诚教授，后来我有遇到卢老师，卢老师讲阿妈唔敢很确定讲伊是毋是澎湖的特有种，哦，就疑似澎湖的特有种，鉴定讲 TW10啊。就是澎湖章鱼的一个小，一个代号。是，后来的澎湖科技大学，李孟光老师，因为我试着从 DNA 的定系的这条路，来去看是不是能够把它做一些突破。是，起码对咱这个澎湖小章鱼的这个鉴种，这个鉴定种类的这个代志，应该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会呈现。咱主任在过去当中，就是不管是学者来帮咱做一个鉴定也好哈，目前就是还搁停留在鉴定是疑似澎湖小章鱼特有种安尼一个定位啦哈。是安怎朋友这款上浮哈，伊数量的鉴定根据主任的观察是啥物款的原因造成安尼情形？这个小章鱼哈，大概对当时有出现，大概对咱这个元宵节以后，它才会出现在咱这个潮间带，啊，佮当时消失了呢，佮咱这个妈祖生，就是咱农历的三月二三。是，老实讲，他在潮间带出现的这个期间，大概是两个月个呢。是，好，啊，另外期间，啊，小章鱼到底走去退？是，走去倒位？好，他又怎么走？他又怎么来？是，老实讲，研究结果，佮目前来讲，还是个谜吗？真的像谜一样的，真的，真像谜一样。啊，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哇，那个小章鱼的量哈，我们就说，哎，这个内脏高手了，内脏高手，这个每一个晚上他抓个十几斤，那个时候来讲哈，整个澎湖的小章鱼的涵盖期也很广哦，非常广。在哪位到哪位？在每一年哈，大概在多少出现？大概拢在咱赤坎一块树叫金树，迄个金树相传就是咱的张百万吼，伫遐捡到黑金的所在。哇！啊，然后随着季节，它就慢慢延伸到晚辈、枝头，然后再往南、沙岗，早期也分布到乌西去，乌西像咧讲白溪啦，这方面去，啊，有一部分呢会经过这个中正桥、有永安桥，然后会分布到崇光。中江、阿骨潭、西湾、甲西竖海，是哦，甲西竖海比较偏向通牛啦、竹湾啦，啊，这个二坎这个区域，吼、哦，所以早期来讲哦，大概分布范围很广，但是这几年来讲，几乎内海，就是永安桥跟中正桥以内的所谓的南西湾啦、阿骨潭啦，北沙啦、西竖啦，这个沿岸，最近这十年来几乎。都看不到了吗？探讨讲为什么它数量会减少的，数量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啥话啦？哈，发觉一两个主要原因，菜的问题是。你点查咱的小章鱼一边的放卵爱几粒，偌济数量？哦，所以一量足济吗？足少。哦，足少。未超过30粒。呵呵。啊，伊卵偌水，你知无？吼，洁白透明，椭圆形安尼吼，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的梨状的。第一个是它孕卵是非常的少，母章鱼产卵完了之后，它会有护卵，所以母章鱼只要一产卵完了之后，它就不离不弃那个卵。啊，你可以想，产卵数又少，对，孕卵期又长，这个生物一不小心就结了。哦，这熊麦生殖策略了，这个一不小心，可能这个物种真的会不见。好，那第几个问题，我想跟大家意见交换，就是讲小章鱼为什么要来潮间带？对，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间他要来产卵蛋？其他的他就消失掉了。是觅食还是因为他的找那个？对，他产卵的栖地吗？哎呀，你两个讲的都对。哎，好、哦，你两个讲的都对。好、那为什么他要来产卵蛋？元宵节出现的，这个小章鱼，你看这两个月左右，他要在产卵蛋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哦，第一个。他要马上长大，孕育下一代的使命嘛。他要马上长大，对，要吃什么？是啊，什么东西是适合他吃的？对，对不对？对。第一个，他在潮间带是要觅食，那第二要来潮间带找对象。因为你在大海里，你孤立看我孤外看，永远都碰不在一起啊，是，对不对？所以他要来潮间带里面传宗接代啦，交配是。那交配完了之后，嗯，很好玩哦。嗯哼，母章鱼他就开始孕卵了，公的章鱼跟他交配一次，公的
章鱼会把它的精夹放在母章鱼的储精囊里面。在潮间带的章鱼、小章鱼会减产的原因，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刚才讲的栖息地有关系。它都藏在那个珊瑚礁丛里面的底下，一个洞穴非常阴暗的地方，它才会在那边育卵。整个沿岸的环境在改变，对，海岸一直在水泥化嘛，对，那个都是问题。它要来潮间带是要快速的去累积它的能量，然后赶快长大，赶快成熟，赶快交配，赶快产卵，赶快那个。我联想到什么吗？想不想知道说章鱼主要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食物？对对，我刚就想问。对对对对，因为他到那个栖息地这边潮间带觅食，到底觅什么食呢？对，他吃什么才是他喜欢的，而且是就他的生殖是最好的。我猜好不好？好，我觉得应该是藻类的东西吧。冬天藻还蛮。长得蛮茂盛的，是吗？其实讲他没有吃那么不好，他吃的更好。是他最喜欢吃什么？小鱼吗？螃蟹。哦，螃蟹。哦，在澎湖有一种螃蟹叫叫大膏啊。大膏啊，是啊。大膏啊。哦，我没听过。哦、大膏啊、哦，白沙跟细。哦。大膏很多，那个螃蟹的壳很硬，但是他最喜欢吃那个，因为那一段时间的大膏啊、哦，很多的膏，所以那个很补啊。是、但是后来我发觉，为什么章鱼忽然产量这么减少这么多？大膏要少啊？对，为什么大膏要少？大膏少是因为人去捡来生鸡吗？不是，伊嘛主人的心态无起向。不是，哎、欸，那是什么原因？因为你很难想象说一个物种跟很多的产业是有绝对的关系。跟产业吗？所以这不是食物链的概念的。有一点食物链的概念。对，因为什么？我去抓大膏啊，来干嘛？啊，钓鱼当饵吗 ？Yes。OK、哦。哇，所以你人就跟。章鱼在食物竞争、人还是比较厉害啦。小章鱼到潮间带里面来，第一，它的食物不见了、它食物不见，它会来吗？你都不会打个派呀，对吧？所以这个也就是造成我讲的，好像球场章鱼的数量减少。第一个就栖息地，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它的饵料生物被人类抢食了。对，嗯哼，对，所以这个哈、我是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了、对。这个最主要的应该是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啦、但是这个情形吼嘛是需要咱去定一寡政策，然后挽救着配偶丈夫的这个资源，是不是更回来？所以讲，伫过去吼，咱主任伫咧配偶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时阵，就开始来设定安尼一个政策，希望会当讲有这个禁渔期吼，然后来和丈夫。可以资源回来，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主任有去提出了什么具体做法、成效是怎样？总是去发觉说、小章鱼的资源量都逐年在递减中、所以我大概小章鱼的保育护育来讲、要按怎做法，你最重要是你要了解它生活史、不过老实讲、研究完了你才发觉生物真的太奥秘了，奥妙了、因为它3/23就麻州生都结束掉、所以有很多人就很喜欢说它是麻州波带给澎湖的礼物特别的礼物、对，就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恩赐、所以多年来老实讲大家也都蛮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物种怎么跟二十四节气那么的吻合啊，好奥妙，真的奥妙，非常的奥妙。就是说，如果从元宵，元宵就大概是立春跟雨水那个阶段里面来，好、那二月底的时候，大概就所谓的惊蛰啦、春分啦、清明啦，到谷雨，整个的研究数据就显示哈，它每一个潮汐过，譬如说你十五天过了，哇，就好像几乎就好像本通啊那样，就涨了一倍哈。大概长到我们这个所谓春分啦，春分都已经个体都长得比较大、就是说这个有生殖能力的对的公跟母哈、对，就是讲公章鱼跟母章鱼很容易分，公章鱼你看它有八只脚，对，它如果第三只脚哈、它有一个精夹，哦，有一个精夹哈，那那背谁呢？我出来请超爷呢，那个就是公的，是，好、大概在南极的国历3/25，这个左右哈，问题潮间带采集就可以采集到已经受精的母章鱼、真的。那么母章鱼如果受精完了，你知道母章鱼会干嘛吗？母章鱼它就会找一个很黑暗的洞，在那里面静待产卵，然后产完卵，它就会护卵。
就不吃不喝，哦天哪，一直到他这个小章鱼诞生之后，嗯哼，因为他已经没有体力了，对，体力耗尽，所以就这样死掉了。那这样子，所以章鱼是需要多久时间？一年死哦，一年死，一年死。那你问我多少时间？我刚才跟你讲，我的实验室里面两个多月还没有看到浮出来，会大概两个月，会小于两个月。哦、但是我在三月二十五左右已经可以采集到，从野外采集到，嗯哼，它已经受精的母章鱼。这个代表什么？它已经受精了。对，完了之后呢，这些公章鱼，公章鱼的角色是什么？它就是交配。那么公章鱼的那个、哦、它会一直延伸到那个整个的产季结束、嗯、就是它还在一直在寻找可以被交配的母章鱼、哦哦、那这个现象一解明出来，我想对于我来讲就比较容易去设计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资源保育的政策。是，对，是，我们就晓得这个时间才两个多月。对，你可以告诉说保育两个月吗？不被骂死，我想也被大家说我们真是不食人间烟火了。所以后来我就想的，我要保护什么？我要保护已经受精怀孕的母章鱼。是，但是二十四节气里面从来没有一个节气跟国历是 match， 是 match。后来终于被我找到了，找到就清明。清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清明是固定每一年四月四号、四月五号、哦？对对对，对不 对, 对？好，那这个来讲就比较没有所谓的争议点，就是说对于我解决公文书上面这一点的争议，后来会说啊、每一年的清明节的前后一个礼拜，就是保育。老实讲，就是要保育这些母章鱼。好，那之前为什么没有保育？因为你之前太小了，太小了，他可能还没有交配，没有产卵。对，你要抓你就抓。好，那让这些比较那个强壮的，它可以变成母亲。就是最主要的，就是 focus 在保护已经怀孕、交配、怀孕、产卵这些的母章鱼的个体。因为之后又开放这些公的章鱼，它还会一直在彩绘人在出现。OK， 它还在寻找它交配的对象。OK， 那么你如果不抓，岂不讲季节完了，它大概因为它是一年生一年死的生物，这些资源不抓也是浪费、哦、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设计上说以四月五号为主、前一个礼拜或一个礼拜、这个依据是根据这样子 来定的。那当然你问我说成效如何，局长，这是 很痛的啦。我们立法很严啦、对，但是一夜保育并不是大家很关心的，或者我们在一些话没有比那些枪啊弹啊 这些来的重要。所以我都发觉他们在执法上就有点庸庸懒懒的。对，那啊，我敢的人我去你啊，啊你不敢的人收回来人当主啊，你不去我等到两个多啊。那这个对守法的人情何以堪。对，我一直认为啦，一个物种吼，一个物种吼，是祖先留给咱的。是，哦，咱这代无啥物理由，这个物种就在这个物种在我这一代就不见了，对，这是不公平的。是，那也很显然的看到，这个物种就是在慢慢在凋零消失。我们还是要积极乐观的去期待哈，这观念在如果落实的时阵呢，一旦将咱这款物种搁再给保留下来。毕竟因为这款小章鱼嘛，不是讲咱渔民朋友哦，它主要的生计的来源嘛哈，所以讲应该是咱爱透过教育，除了是政府部门落实执法，那么期待讲咱的这透过教育，和咱的这个听众朋友、咱朋友、乡亲、渔民朋友哦。从观念上去改变这个东西，是在我们是祖先一直留下来，或者是说我们妈祖婆对我们的这个朋友人的这种礼物啦，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要在这个观念来给他们来做一个教育。所以说最后来请教主任，就是我们渔民朋友还有我们的乡亲到底怎么来做才能当作在我们这代，或者是再后一代后一代都能让这个朋友的这个政府能用续再存在下去，在地震中啦。啊，所以嘛，有这侪人就讲，你唔是保育这侪年啊，唔是小工，还是越来越少。可是有可能没有保育就完全没有啊，提早就拢无去啊嘛，肯定是安尼啊。好，所以我拄只甲伊讲讲，就是讲第一个啦，吼，因为咱嘛无去想着讲，这大狗啊是也天然食物，啊，我们跟它进食的这么激烈，对，所以
以至于龙生龙一积水的那个量、嗯哼啊、它 也没有办法再快速的增殖。是啊、第二点就是说眼睛墙上的一斤千几块，好贵好贵。这个，咱较早你会记，咱较早在抓蟑螂时阵啊，用电炉火呢。啊，即马来都用目地哩，即、嗯、马光线是如来如更。哦，是。对于整个海域资源的移捞压力就越来越大。是。哦、所以它是不能够等闲啊，尤其咱伫暗时伫海边咧行，潮间在咧行。嗯。其实像我做这容易出哦，我们在无意之间就把它、嗯、破坏了，一路一脚步就把它踏平了。哦、是、哦。老实讲，资源保育无撇步啦。嗯。在大家、哦、你了解，就是说 你对事情的原委，你可以说叫我遵守，我会愿意啊，希望说如量入贼、哦啊、也可以去兼顾到，啊不说啊不给啊不减啊，就每一年就是那个时间来、嗯、那个时间离开、哦嗯嗯嗯、第一个大家到目前来讲已经 都算、对这个物证、哦、有充分的了解、嗯啊接下来就是这样，教育，我当然教育，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哦、你也知道说，我保育是为了我家己，我不是为了别人、哦、我是为了我有我的子孙、嗯、后天每一年每一个时间点都有小江鱼可以享受。很多出外、哦、因为我带来遇到我们的乡亲，他们最怀念的滋味竟然是小江鱼的滋味、哦、故乡的，不管马祖波好、哦，给大家的一个礼物，或者它真的是一个，这个朋友的特有种、嗯哦、我想都应该把它珍惜，都把它保育下来。要按它保育，无大家配合、嗯，是万万达不到的。好、嗯哦哦，所以讲咱今天这节目呢，就是希望讲透过海洋保育迄个报道哦，请了曾经对流咱配偶上湖哈，可能是咱的配偶特有种的这个上湖啊，这样。等这么久这么亲民研究的蔡万生蔡主任、啊、跟我们说得这么清澈、啊、这个形态或者是他没去的这个原因、啊、甚至是、啊、整个奥妙的一个生物现象、啊、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那么在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之后，其实你在观念当中、啊、就知道、哎、这个东西、啊、不能在我们这代消息去真的是拍名声啦、啊、而且是也很可惜、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朋友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前主任蔡万生蔡主任讲了这么精彩的这个朋友上湖的故事，听了蔡主任他的一个描述之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咱搁再要继续好这个上湖不去吗？哈，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好，谢谢蔡主任接受彦辰的访问，感谢主任哦。好，谢谢。因为配偶上湖的栖息地最近这几年受到天然环境参政委的迫害，加上伊的寿命短，繁殖能力低，卵数少，也佫有一位卵爸的压力，面对着族群将要绝种的危机，产量大大减少。为了要保护参维护上湖资源的永续利用，平遥县政府自1997年开始就公告，每一冬的3月29号到4月30号是平遥上湖的禁渔期。为了要抢救即将要消失的平遥人心目当中马祖所送的礼物，咱就要共同守护珍贵的资源，就是平遥上湖保育的措施，才能让伊永续伫咧平遥海岸线。今天是希望海花山海洋保育协的报道，主题是保育配偶小丈夫抢救消失的马祖礼物，我们就进行到这，感谢你收听咯，再会。海洋保育法律小词典，在每一年3月29号到4月12号是配偶第一种的上湖的禁渔期，这段时间不能抓上湖，违法的人将按照渔业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或者是科或者是并科，新台币15万块以下罚金。